大家好，记得开了年了，也没啥子事的。今天天气热乎，带我岳父岳母出来，我们掏点茶叶，挣点生活费。今天我们就掏这一小片片，鸡爪山也掏不完。哎呀，太多了。我们这是早茶之乡，现在就掏的是这个嫩点点，好吧，这种芽芽不好掏的，但是贵得很。这些尖尖好漂亮，就要一根尖尖。就这种个尖尖，哎呦，我明家一在就是来。我明家一头你要拿根粑粑的嘛，你拿根麦的，它那是最正宗的，你看全是新鲜，嘚儿肥叶都没的。一只手一只手的掏，掏不好光根儿，两只手两只手的呢。快点掏哦，天都要黑了，看今天的工程线打得起不？老子儿，你整了好多肉，整了精没有？掏得差不多，我们走嘛。老子儿，妈，走嘛。等儿早点回家去弄饭，还带娃儿那些。啊？腰杆都整痛了，明天还要来的，你明。卖茶叶儿，卖茶叶儿。两百个。掏老多，五斤了。一斤。1.01斤，哦，这个金额得几百个。你看这些啥都好漂亮。倒计，快点，妈，你看，老头儿，快点倒的对。快点倒计。掏一半的，看有没有眼前。哈哈哈哈哈。三个人掏到多？2.02。才两斤。2.02。两斤才。2.02。咱这个年年掏的不少哦，小喊你，这龙井多少斤？这个是龙井啊。看到这个是龙井茶，你看。它这有红牛茶。全是茶香味，好安逸。2.3。2.3，两斤3两。这都是机器啥都掏的好的嘛。来，那边有煮好的没得？这是你这个茶。我去拿点回家去看，尝一下。哇塞，好多茶叶儿！今天都有呀，赶紧去拿，今天上了。
结果就是我们淘的那个做出来的要卖800块钱一斤左右，整点回家给俺呀上一下。走喽，老郑。今天我们三个人淘了2斤多，才得60-70块钱，平均算下来，哎呀，刚才我们只来了2-3个小时，你看自己炒好均值。然后明天我们来淘一天，还是一个人8000-700块钱天了，老郑是吧？多少你在肯定多少钱？走呀，回家去喽，回家去搞好味道，还趁那些加些做晚饭了。